15日，有网友偶遇罗浩与一女子逛街，两人都是一身黑色 look， 站在电梯上，罗浩手里还提着打包盒。网曝罗浩跟周扬青上了女儿们的恋爱后已经分手，后续周扬青已经约会其他男嘉宾，现在看来罗浩也有了新的女朋友。